一带一路特别报道，述说命运共同体。在这个火红的大坑里燃烧的正是天然气。它从土库曼斯坦的达瓦扎天然气火山口出发，距终点7004公里。他们要在30天的时间里，通过陆路和海路的换乘，最终到达目的地。它从北京出发，距终点3881公里。每一天啊，都有将近900万度的电能在国与国之间奔跑。它从云南文山出发，距终点28公里。他们都是能量。一场关乎44亿人生存的能量大迁徙正在进行，他们究竟因何而来，又要路归何方？一场能量自己的脱口秀，从这里，能量带你启程。您看到的不是浩瀚的星空，而是一带一路的能量宝藏。闪烁的星光是石油和煤炭，悬浮的云雾是天然气。如果用2014年的全球人均消费量来计算，已探明的这些能量够一带一路44亿人使用50多年。然而能量却喜欢扎堆儿，在一带一路沿线上，石油储量的82%在中东9国，煤炭的60%在中俄2国，中亚、中东再加俄罗斯储藏了91%的天然气。然而这个区域80%的人口却恰巧躲开了这些富庶的能量之源，需求和供给之间勾勒出的是一带一路上能量的流动。拨开云雾，让我们的能量之旅从中亚的土库曼斯坦开始。在这个火红的大坑里燃烧的正是天然气，因为当年在开采的时候发生了意外，人们只好把泄漏的天然气点燃。可如今40多年过去了，火焰还没有熄灭呢。这么多的天然气迫不及待地要冒出来，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储量到底得有多少呢？我们对已经公开探明的储量做了一个换算，它相当于现在我每走一步，这一只脚踩上去的可是1个立方的天然气啊。可如果在我们国家，这一只脚踩上的就只有这里的1/1%。为这么多的天然气寻找出路，已经成为了土库曼斯坦的一件大事儿了。这里呢是距离火山口460公里的阿姆河气田，它是由土库曼斯坦和我们中国共同合作开发的。自从2009年建成通气以来，它已经向我国输送了超过10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足够我们全中国人用上半年了。从这里出发的天然气以每小时80公里的速度奔跑了4天，就来到了这里，深圳。它的到来结束了深圳用气紧张的时代。现在深圳每天用气量最高的一个小时，可比这之前足足多出了1万立方米。这些多出来的气呢，足够3万个家庭做好一顿饭了。而到了2017年的时候，中亚有望为深圳提供4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这可是深圳现在一年用气量的3.5倍啊。这么多的天然气还可以用来做什么呢？这其中至少有1/4有可能会被转换成另外一种能量，那就是电。天然气带来的不仅是电，也化解了一个萦绕深圳10年的困局。这是深圳玉湖电厂普通的一天清晨，再次站到这里的黄翔对10年前那金色的每一天还历历在目。去到现场看到的2条大烟囱在那里冒的都是黑烟，那个灰碰到衣服，就算你怎么洗，它过2天还是会穿个孔。因为采用重油发电，生活在玉湖电厂周围的每一位老百姓身心都饱受侵蚀。于是黄翔向人大发起提案，希望玉湖发电厂可以改用天然气发电。可是电厂的耗气量每每总是让捉襟见肘的深圳燃气供应望而却步。这个天然气分输站所在地叫求雨岭，曾经因求雨而得名的它，在2012年求来了万里之外的中亚天然气。就这样，玉湖之困的难题解了。目前我国用的中亚气已经超过了1000亿立方米，相当于代替了1.33亿吨煤，这可以堆满近19万个水立方，
因此减少的污染排放更是相当于浙江一年的燃煤排放。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中国因使用能源而产生的碳排量在2014年减少了1.3亿吨，这是15年来的首次减少。受益于此，全球碳排量40年来也首次在经济增长的前提下减少。不止流向中国，天然气从中亚和俄罗斯出发，送达中东欧18国，土耳其、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则分享着来自伊朗的天然气。能量在能源流动中释放的同时，也在被另一种方式创造着，那就是装备和技术的输出。这是一批从北京出发要运往巴基斯坦的风电装备，他们要在30天的时间里通过陆路和海路的换乘，最终到达目的地。那像这样的能源装备流动呢，几乎每天都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上演。那包括风电、水电、火电和光伏在内，我国每年出口到一带一路国家的能源装备大概相当于北京市的电力装机。而像刚才这样的大车啊，每天都会有上万辆在奔跑。当这批风电装备到达巴基斯坦的时候，另外一路装有光伏设备的车辆已经来到了泰国。登登看，在泰国班武里府的这个正在建造当中的光伏电站，这些设备啊正在被一一的组装起来。你可千万不要小看了这层薄薄的膜，把太阳光转化成电能可就全靠它了。另外呢，它还可以被装在高楼大厦的玻璃窗上，甚至是汽车的天窗上。那在中泰合作的这个电站里，像这种中国最先进的光伏发电技术已经同时启动了4种，他们一边在测试，一边在比较哪一种技术的发电效率会更高。而在中泰双方的这种4管齐下的高端测试背后，实际上啊是为了下一步泰国大面积的建设光伏电站做好准备。如果你了解了一下泰国工业部的未来的计划，你就会发现这里头实际上蕴藏着一个很大的机会。这个国家到2036年还需要940个这样的电站，像我手边的这种光伏板呢，大概还需要2.35亿片。你知道吗？当这些新的电站建成之后，他们将为泰国的300万户家庭提供电能。当泰国等等这些东南亚国家在行动的时候，它的邻居南亚也已经开始行动起来。像太阳能、风能、核能等等，每一种清洁能源都想在这片土地上跃跃欲试。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的街头，你能听到这种发电机的轰鸣的声音吗？它说明现在已经停电了，各式各样的发电机正在工作。在这里，每隔3-4个小时就会停1个小时的电。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用得起发电机，因为买一台小型的发电机就得要将近4万块人民币，而巴基斯坦人一年的平均收入还不到1万块人民币。所以，即便是像这种38、9度的酷热难耐的高温天，很多当地的居民都没法使用空调，电扇也只能是充电的。缺电的困扰远不只是这个市场。这里是伊斯兰堡医学研究所医院，急诊室24小时都要跟生死赛跑，可在这里间歇性停电竟然是每天的家常便饭。This is the normal light. If this light goes off, immediately the generators come down. Take it. If there's something wrong with the generators, the UPS kicks in. 医院为了救死扶伤，备用电源还跟得上，可对于很多企业来说，缺电几乎是致命的。巴基斯坦的支柱产业纺织业就因为电力供应不足使得成本攀升，如今整个产业已经比2011年下滑了40%。这张图描绘的是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的人均用电量，颜色越深代表人均用电量越少，而最深的是南亚和东南亚。印度每人平均每天只有1.7度电，而阿富汗则只有0.2度，甚至不够煮熟一锅饭。输出技术建电站非一朝一夕，有另一种方法解决缺电的难题吗？这里是云南天宝口岸，从这个地方跨出去的话呢，就到越南了。
虽然说两个国家之间有边界，在人员往来和商贸交流的时候得有护照办签证，但是在边界上有一样东西跨越国界不仅畅通无阻，而且每时每刻都在不间断地穿梭着，这就是远处的那条连通我国和越南之间的跨国电力大通道。现在呢，每一秒钟运到越南的电就够一个越南家庭用上20天。其实不仅仅是中国和越南之间啊，中国和缅甸、中国和老挝、老挝和泰国之间呢，都已经架起了跨国电力通道。每一天啊，都有将近900万度的电能在国与国之间奔跑。如果把这些电送到老挝，够老挝全国用上2个星期了。其实呢，现在老挝北部5个省用的电啊，都是从云南电网送过来的。6年前，在通电的那一刻，老挝北部的190万无电人口才第一次用上了电。在老挝的琅勃拉邦省，这个刚刚建成的变电站即将投入使用，而从这里延伸出去的是中国和老挝共同建设的老挝北部电网。第一次有了电网，老挝北部的电力输送从原来的乡村小道变成了现在的高速公路。自从有了这条路啊，老挝人不仅可以得到更加稳定安全的电能，更是拥有了可以吸纳和传输电能的通道。其实这种变化呢，不只是出现在老挝，在整个湄公河流域，每个国家都在加速实现电网的互通互联。而未来在湄公河流域还将会出现更多的水电站，把奔腾在河道里的能量送到空中，送往远方。我脚下的这条河啊，就是澜沧江湄公河，它从我国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发源，流经缅甸、老挝、柬埔寨、泰国，最终从越南入海。这条河不仅仅养育了流域3.2亿的人口，还蕴藏着巨大的能量。根据测算，它可以用来开发水电的资源相当于22个我身后这样的大型水电站，可以供将近5000万人一年的用电。不过呢，它目前的开发量是1%，也就是说还有99%的共同开发的空间。流域各个国家电力发展不均衡，电网输送能力弱，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让我们沿着这条跨国电力大通道，来到距云南349公里远的老挝琅勃拉邦。一早，老挝国家电力公司的副总经理通佩就驾车奔波在和中国合作建设的输电网和水电站之间，协调沟通两大工程之间的合作。就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安排。通佩在中国学习电力的女儿正好放暑假回国，也被他叫来做自己的中文翻译。ยังประชาชนยังจำนวนหนึ่งเขายังไม่ทันได้ไฟฟ้าไม่ทันไปถึงเขาเจ้ายังประมาณ14%ของครอบครัว。通佩迫切期待电力项目早日建成，这不仅会给老挝带来更多安全稳定的电，输送电力的通道也会变得更大，让电能跨国流动有了可能。怎么样能在更大范围内的资源的优化配置？这是大家都比较关心的，大家能共同取得经济效益。这张板块图显示的是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天然气拥有情况，板块越低，天然气越少。如果想让这些身处洼地的国家都能有充足的天然气可用，未来还需要开发运输12,366.68亿立方米，这相当于我国6年的天然气用量。同样，要想点亮让这些因缺电而昏暗的地方，还需要54,982.52亿度电。发这些电，就要新建将近56个三峡水电站。奔跑吧能量，正是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的共同意愿，更是未来合作的重要方向。数以万亿计的能源合作开发正在加速展开。